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2月15日，讯，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今日更新 Instagram， 晒出一组照片，展示女儿 Zuri 送给他的情人节贺卡。打开了我的行李箱，准备取出今晚比赛要穿的衣服，发现 Zuri Nova 在里面给我藏了一份贺卡。太爱你了，我的小公主，也祝你情人节快乐，妈妈脸。詹姆斯写道。根据照片展示，朱日在为父亲制作的贺卡中图文并茂地写道，爸爸，情人节快乐，太想念你了，等你回来后就能见到你了，爱你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，老板。